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7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妈的！这屋子到处妖人，他们没救了，只有砸烂脑袋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全体人员，兄弟们！现在一定要抓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请坐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小心。好了，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，千万不能碰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再来，咬你脑袋开花！再见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。还是坚持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再来呀！下地狱吧！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躺下吧。
可怜的家伙。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长长姐的厉害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些该死的坏蛋。再见。
丑八怪。实在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终于找到了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雷达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再来呀！那些变异者的血液可能有毒，我得想办法卸掉剑道身上的血渍。或许可以从别的地方绕过去。可怜的也许可以找到开关，应该有办法的。
再来，叫你脑袋开花！太棒了！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更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。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
些可怜的家伙。真是太好了，这里可以洗澡，正是我需要的。讨厌，怎么会没有水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。下地狱吧！程程姐的厉害。
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会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组，等待撤离。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
难受，我是不是被感染了？我不要变成那样的怪来了。下地狱吧！再来，叫你脑袋开挂！得赶快清理掉，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得想办法拿回我的东西。
这些是什么人？他们没有撤离，也没有被感染吗？